的爱多美奖金制度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多美的啄木鸟，我是天鹅。爱多美产品的主轴是大众精品。Masstige 的意思是代表大众的 Mass 和名牌 Prestige Product 的合称。爱多美将绝对品质的产品及绝对价格来贩售大众精品的策略，提供消费者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，以传销的方式，直到顾客成功为止，一同共同成长的公司。想正式开始经营爱多美事业，购买并使用了产品，但要如何才能获得奖金呢？好，现在开始伸一伸懒腰，也扭扭脖子。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来认识开心的爱多美奖金制度吧。 Go Go Go！爱多美会员注册，无论是想要购买爱多美产品，或是想要经营爱多美事业的人，爱多美免入会费，任何人都可以透过介绍人直接在官网上注册成会员。注册的同时会成为将我介绍进爱多美的介绍人的下线，本人介绍的会员也会注册在本人的下线组织，这时候以本人为主，可以发展左右两线。成为会员后能得到两个很大的优势，爱多美的每个产品都有积分 PV， 在购买产品的时候都会自动累积，本人累积的 PV 不会消失，会无限自动累积哦。PV 是 Point Value 的缩写，各产品的积分不一，是会员领取奖金的依据。但要特别注意，如果丧失会员资格，会员期间所累积的 PV 也会一并消失，请不要担心。只要在一年内再购买一次价格低廉的生活必需品，就能继续维持会员资格。第二个优势，领取奖金。左边及右边会员累积的 PV 叫下线业绩，本人累积的 PV 叫本人业绩。下线累积的业绩中，业绩较大的一边称为大边，业绩较小的一边称作小边。这时候本人业绩与下线业绩会决定会员等级，会员等级是发放奖金的基准。但是要记得，计算下线累积的 PV 是在本人的业绩达到10000 PV 以上才开始哦。好，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会员等级吧。会员等级依照本人的业绩分成：销售代表、经销商、杰出经销商、代理商、精英代理商这五个等级。在本人累积 PV 不足的情况下，在前个月以小编累积的业绩为基准，经销商可以取得杰出经销商等级，杰出经销商可以取得代理商等级，代理商可以取得精英代理商等级。确认了会员等级之后，一起来看一下爱多美奖金分配条件吧。奖金分配方式分为安置组织奖金、领导贡献奖金、进阶成就奖励以及教育中心津贴。想在其他国家经营爱多美事业的人，一定要在爱多美各海外分公司官网上查询奖金内容哦。安置组织奖金，谢谢。多亏了向其他人介绍爱多美的各位，节省下来的广告费也能重新归还给大家。将爱多美介绍给其他人，并在自己底下的组织形成爱用者团队，来看看如何领取安置组织奖金吧。
专制组织奖金每日结算，本人业绩以及每日左右下限产生的业绩，以小编卖出业绩较少的一边为基准，依照会员等级来分配奖金点数。举例来说，假设本人会员等级是经销商，左右两边各产生30万 PV 的话，就可以获得等级7的15点奖金点数。如果我自己的业绩还未满30万 PV 的话，是不是无法获得点数呢？不是哦，不是这样的。虽然本人的会员等级不高，但只要培养左右两线的爱用者团队，小编业绩达30万 PV 以上的话，就可以获得等级8的5点奖金点数。太令人感动了！3个月、6个月、1年，随着时间，不只是我，随着使用爱多美产品的人越来越多，销售代表的话等级8，经销商的话等级7，杰出经销商的话等级6，代理商的话等级5，精英代理商的话会从等级4到等级1为止，依照每天产生的 PV 不同，奖金点数也会不同。最高的等级是等级1，300点奖金点数也就封顶了，这个奖金点数会转换成金额再来支付奖金。这样的话，奖金支付日是什么时候呢？每周三开始到下周二为止，计算一个礼拜之内产生的奖金点数总和，换算成金额后，在下下周二汇款到本人账户。想在其他国家经营事业的人，每个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奖金发放日，一定要特别留意哦。领导贡献奖金，爱多美会员有7个位阶。领导贡献奖金是在达到位阶条件时发放的奖金，以每个月15日为基准，每个月共有2次机会。爱多美不需要维持费，也没有晋级期限，只要维持会员资格，无论何时都有晋级机会哦。但是每个级别的维持条件不一样，一定要到官网详细确认哦。如果我的个人会员等级达到杰出经销商，每个月1号到15号、16号到月底，下限业绩总和达到左边250万 PV， 右边250万 PV 以上的话，就可以晋升到第一个级别销售大师。正如同俚语“皇天不负苦心人”，达到第一个级别销售大师，在爱多美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哦。持续维持销售大师等级的会员，会被称为自动型销售大师，可说是踏进了成功的大门。好，理解了第一阶段销售大师，接下来的级别晋级条件也很容易了解了。成为销售大师后，如果左右边各产生2位销售大师时，将可晋升成钻石大师。成为钻石大师后，如果左右边各产生2位钻石大师时，将可晋升成玫瑰大师。像这样，如果左右两边各产生2位与自己级别一样的会员时，就可晋级到下一位阶。哦，很简单呢。那什么时候可以领到奖金呢？达成级别后，公司总销售额的20% PV 以会员等级平均分配，以每月1到15日、16日到月底上下考核周期，当月7日发放上月下周期奖金，22日发放当月上周期奖金。想在其他国家经营事业的人，每个国家发放奖金的方式会有些许不同，一定要特别留意哦。进阶的时候一起领取的进阶成就奖励也是不能遗忘的重点哦。进阶成就奖励，成为销售大师后，爱多美将赠送人气产品肌肤保养6件组一组，蜂蜜饮一盒，
清洁护肤四件组一组。成为钻石大师后，会赠送价值65万韩元笔记型电脑一台，或等值数位商品一台，肌肤保养六件组一组，蜂蜜饮一盒，清洁护肤四件组一组。成为玫瑰大师的话，是本人及眷属一人海外4天3夜旅游券2张，现金200万韩元。成为星光大师的话，是本人及眷属海外4天3夜旅游券4张，现金1000万韩元。成为皇家大师的话，本人及眷属欧洲11天10夜旅游券4张，等值100万韩元之房车租车费，每月200万韩元之信用卡额度，以及现金5000万韩元。成为王冠大师的话，本人及眷属欧洲11天10夜旅游券4张，高级房车1部，每月500万韩元之信用卡额度，以及现金3亿韩元。成为尊王大师的话，本人及眷属欧洲11天10夜旅游券4张，高级房车1部及司机，每月1000万韩元之信用卡额度，月租250万韩元办公室及个人秘书，以及现金10亿韩元。教育中心津贴，公司核准后，提供正确无误的经营方式及协助开设爱多美教育中心的会员，可以获得中心所属会员总销售 PV 的6%的奖金，每个月发放2次哦。哇哦！现在各位要做的事，就是将物美价廉的爱多美产品介绍给周遭的亲朋好友。只要持续不断地参与爱多美的成功教育系统、一日研讨会、成功学院及教育中心课程，就可以获得成功的秘诀哦。以上是希望所有会员获得大成功的啄木鸟、天鹅，谢谢大家。